但我们在刚才请教代志，就是杨奎现在所处，就是过去的这些文化资产呐、啊，台中市政府，今嘛就是说长期年来把它规划成殡葬业区哦，所以，杨奎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努力了大半辈子，到现在这个东海花园还没有能够变成一个令人骄傲的台湾文化资产，所以还在努力中。啊，当时十几年前，因为头拄仔进修玫瑰，所以啊，迄阵咱开始做第一届杨奎文学音乐节，后来就写这首歌叫《春耕》。我感觉杨奎先生，予咱做侪个希望，就是讲不管外公艰苦吼，啊，花会开，春天会来，这首《春耕》送予大家。来，发出一声春耕的呼喊。